我觉得我们所有来的人比现在还多啊。真的？对啊。我不就说了吗？我推论那个时候是圣诞节，西方人的假期。哎，那时候香港有吗？哎，那时候已经都开了，你姐都来过。那时候是第一波，有钱人的第一波。而且搞不好，对，我们现在过的是在台湾日本线过，搞不好欧洲日本线没有多过，也有可能，因为他们一定第一波就冲来。我爸爸没有扣卡，很难受。我刚看你扣，我才跟你扣。扣了。你好像有做扣包包的动作。对啊，没有。算好了。
这个有稍微上翘，这个要推，那这个是比较可以撑过去。你怎么的什么东西很刮我的脸，好奇怪哦，看一下。嗯，
走啊。那你就说你要走哪就走哪啊。证明说这边有是吗？就一直压到这里为止。你有没有哇哇叫？刚教练教的那个学生滑的那个就是这一块。嗯。看不到就说没有。走啊，我跟你。这边边真的没有啊。你刚指的是这一块，不是这边边。而且这里，你看这里，这样子是有。有啊，这个下面都有啊，这有人刮掉啊，这里面也是有啊，都有啊。
路给你啊。不是啊，我的方向不是对着那边啊。
从这里开始，从下面才看得到上面。上面就没多长了耶，你在说什么？一二三，我在第三个柱子那里。那么远。对啊。站这样吗？下面缓的要命，你要是不是？对啊，缓的地方有缓的方法，在缓的地方你就要知道，刹车感就要带少一点，就要速度就要加快。
那之类的。I think he left. 嗯。哎、欸，他跑去叫里面了。叫里面干嘛？真的等，真的等。这个很搞笑，不是啊？这个。有一段坡度是圆弧朝一个方向。
走，另外一种用的。平常我都是用 quick shot， 按了这个快机开始录。现在我先开好机，然后按一下开，然后它吃水的话，它就不会关机了，它会停止录影。在这两根中间吧，前面黄的跟那个没有黄的中间，还是你刚在大概这吧，啊，那反正你站在一个很缓的地方，对啊对啊，这样才拍得到很长啊，那就是你看到那个网子快要结束之前就会停了。右边那个红网子，右边，然后就第十二号。但是你滑的时候，你看得到吗？我就看啊，停下来看啊。起点大概就在那个站的地方。没，这样没有那么远。那就要再更下来一点，因为这里的波是，你看就是这种，我们现在看得到这边，但是人在下面看不到。14的，你看右边的曲线就知道了，上面缓越来越陡，会造成看不到人。好，那我就跟到这，有件事我讲错了，他的压雪一路压到完整都压完，它不是一半不压，它现在是这个全压，那个可能是那个全不压，搞不清楚。变多了，
在想看我自己在坏的状况。加加加是可扣，是可扣啊！加加加当然是可扣啊！他们要带网子去扑了，哪里不知道不行了？是啊，这个人抱着，有抱棍子。对啊，他们要封闭某个道路。嗯。他们是。我一起坐啊？为什么？哦，你说节省座位啊？哦，对，就不会说我不要跟你坐。我觉得是有戴口罩就无所谓，万一他在里面咳一个嗽，我们挤在一个坐小的，在罩子里，对，很危险呢。他等到的。
就坐大湾就慢嘛，你自己也说了。嗯，那你要这么快的吗？没有。你可以来个快的。那还要再滑这吗？那、啊、你左边没有滑过啊？你滑不滑、啊？那就去滑左边吧。就左边没滑过吗？没有，我在想趁这个还可以滑的状态。你还想滑？那就滑、啊、滑、啊。好、啊，走。只是不要一直重复，好无聊哦。嗯，很无聊。好、啊，那去滑左边吧。好，我是都 OK 啊。我只是站在。昨天下午的经验都不平了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说，大家就是像我这样刹车把雪铲起来，雪就不平了，对吧？是啊，是啊。而且每个人滑法不一样，有的人 carving 下去，有的人用刮的那个雪堆就起来了。不过今天人到底是多还是少？无法判断，下午看雪堆堆多高才知道。确实真的比较雾。哎，他唱哪里？这里吗？
位置的问题，可能昨天在那里教，今天可以带过来。就是一样的，昨天的人数这样。五个人七手八脚，那一块啊，他那一块中两棵树中间的，可能是想到门口。对啊，你要录这边吗？这边不用，好像也可以录。我现在卡到你了，你在前面一点。要录的话，这里可以录一段，录到那个红棒棒的结尾为止。好，我去站。你再往下的话，就会录不到。
整个从旁边插进来。那有一个教练带的。哦，这么大团。专门在卡在那个路上。嗯，所以你看今天是教练很多，昨天都没出动，可能昨天他们在那边上第一天，今天教练就带过来上第二天。对，人很多，所以量都假设他们是六日来的话，昨天在那，今天在这，昨天那边的人会带过来，所以今天觉得排队啊，我们现在哦歪到那边。我刚刚看到我的老头姿势吗？你没有看？我刚刚在侧面看吗？还是滑下来的时候，我有老头，我就你觉得坐得很足吗？我已经尽量往前了。嗯，那你觉得有很稳吗？有啊，很好啊。那你没有看啊？哪个时候？就是一半你拍完照下来的时候。哦，你在我后面啊，不是吗？那我有跟啊。你有没有看？我就专心跟，我没有认真看，应该有吧。反正就有影片。人家把鞋鞋穿到露出来，我都觉得很奇怪。哪里？这三个都是啊。嗯，我有点不太懂。那你会摩擦吗？会照到。但是为什么他们觉得这样伤好？三个都是。应该是很不错。最左边不算，最左边卡在一半。这个没有办法，很危险。有点那种靠腿靠到后面。你说这个牌子的鞋鞋，没有，他们没有，是没有粘的那一条。这是后进式的吗？不是有一种雪鞋是从后面穿进去的吗？哦，是的。好不是那种整个塑胶壳才是啊。你说那整个看起来什么灰色啊，还是整颗灰色的整？对对对，就是看起来很古老的那种。哎呀，那种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古老，还是它就这样。这次就去做山顶了，山羊切。你要切去那边、啊？对对对，刚好可以滑右边那个道门，没滑过，然后接着就可以切过去。
树中间不要冷进去。我刚看了那边很厚，但是可能有点危险。这个姿势已经是很好的姿势，接着你可以练习的是说，在这种基础上，试着能不能更慢一点，就是稍微翘高一点就会比较慢。我没有啊，想要慢啊。是啊，那没有，我不是，是我没有想要慢，我想要慢，但可以很慢啊。
他一个人要带12个吧，我看他带了一个大街龙，我刚说的很多人要带，就是他的一条龙。这个又不一样，是小朋友，人就不见了，就不见了。刚刚是他的那条龙，让我产生了人超多的幻觉，又没了，人没了。跟完全不分叉直冲回去，那既然今天要两次，
开不了。放得太舒服，我以后还是不要放了。到底那里是有条路是不是？他们走的也是街啊，这里也是街，那里也是街啊。好、哦，都是街。我喜欢从这里。清晰啊，今天只有上面清楚。看得到雾面平台跟那个网。这边应该可以一次就切下去，感觉很接近。嗯？是啊、哦，所以可能要快回头。嘿，刚刚女生是不是一路叫一路滑过去？啊、我就跟在她后面一路小段，她就啊啊，但是她还是一直前进，也没摔什么的，她在那里才坐下去。哦，那就到啦。对啊，今天这样子切很安心，这样切很清楚。
上去的速度比 ski 快，嗯，然后一边冲很快，一边 啊，好像只是啊，就没有摔呢，就没有摔，其实冲是可以的。圣诞节装饰也拆掉了，我不记得有什么圣诞节有灯啊，然后他那一根一根上面有弄灯啊，走，老头弯下去可以吗？你看他也是这样啊，这是最近的感觉，跟在他后面蛮有趣的，他不叫了。这次感觉到你跟的比较紧，你已经觉得这里轻松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今天雪比较多，现在是还没有被刮光吗？刮得很好，那换我跟你。前面哈，我们上次走了第一个7S走，这是第一道。牌子，对啊，这个树的下面吧。你知道那里为什么没有牌子？没啊，但是那里应该是有道。他写说，他写东山限定，哦，可以进去。那就不是啊。不是这，不，这里跟前面下的地方是一样的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下面都接起来了，这边有鸭血。
就闻到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还是猪洞？不是那个叫豚洞。豚洞。那我也去尿。然后希望大家吃完可以再尿。好，帮我关。